啊，来这来买一物件啊！我讲，请迄个啥路边的七仔食回去食好。哎呦，有辣椒哦，那你们改调制一下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哎、欸，美女、欸，你们是在卖什么东西？卖车轮饼。卖车轮饼哦。好、哦。啊，打扰一下可以吗？好。我们再做一个活动。测试看陌生人会不会吃白同学送的饼干。来，觉得会送的刷会送进来，开始刷爱心进来，另外开首播。欸、你这是你安开还是你男朋友开的？朋友。朋友。所以，恁安一个生还没有找到对象就对了。对。啊，你男朋友怎么在冲哎？我没有男朋友。破蛋对吧？来，同学要刷 IG 的开始抖呢。来，哎、欸，问今天问起听起来哦、嗯，我们就是直接，因为我还没有吃过里面那一个啊，我刚刚有先偷吃了啦，我喜欢看水的哦，你敢不敢吃？我要尝一下。对，你有试吃。啊，我没有问题。啊，但是吃下去有一个缺点，有可能心会跟白龙血跑了、哦，敢不敢吃？吃了不会跑啊。吃了不会跑啊？你敢不敢吃？可以哦。可以哦，好来。真正还火，然后喜欢他妈撸趴，那口罩撸来撸碎那样嘞。我要跟我老婆讲说，我是为了工作。哎呀、啊，我来下开支啦，等两块三千嘞。嗯、啊，你呢？我之前干啦，后尾较水的妹啊嘞，无小心拍一下，讲一挂干话尔，所以花三千。还要不要贵算盘？是免啦，用钱解决，我无做到底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，因为我这个手机没电了哦、喔，可能要开灯，可能好像不行啊。你来做助手好啊，你也别来吃，家你好开啦。你敢换哦？换好，那你掠来三嘿啦，大，你大个敢换两个掠开紧嘞？嘿，安尼嘿，那掠来三嘿，对对对，好来，坐啦。哎、欸，你要吃什么酱？哎、欸，今天看我真好吃哦。可以。好啊。啊，啊这个刚刚我跟你讲，刚刚哎，好手工饼那个开口好啊，你开的比较好吃啊，哎呀、啊，对吧、啊？来哦，你这人粉丝请我哎，来。你帮我开，我要掌控那个画面。哦，恁公司就是这间了。对，慢慢抢。慢慢抢。好啊，我剪刀了。我听说慢慢抢哎、欸。要抢什么？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地方，我要抓那个 YouTube 的封面。哎呀嘞！哦，你牙膏刀，等下你去牙膏刀嘞。你牙膏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刀刀的，我看。男士们，哦，你在我看笑话中很害怕嘞。哎、欸，那第一个见面呢？剪头发而已，怕什么？欸、你做事啊，讲跟我拍干片的，你唔知？好，啊，你那较粗鲁，我见到就要甲食啊。哦，要是我甲听讲无老公佮无男朋友呢，我讲啦，我的节目爱甲他支持。哦，两个女人同时拿了一个剪刀。哎、欸，来，哎、欸，你今仔敢食哦？好啊。来，你敢这样行杀嘞？卖老的哦。来啊你先吃啊，我不先吃，谢谢。啊，你也不会露脸的哦，你先洗过，我们要保持神秘感。哎、欸，对。来，你不要吃，不要吃哦。哦，来，王健。那我咬过，要不要喂？好啊。哎、欸，真正哦，真正要安尼哦，那一段我们剪掉哦。我改吃好哦，因为我今日去叫人发六千啊。这饼干。来，吃到这嘴吃到，看发六万咯。来，我要一撮咯。嗯，哎、欸，应该好吃，很脆很香。嗯，而且它的甜度不甜哦。我刷下来，你尝看麦。啊，你还不爱露脸的，用安？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吃哎。哎、欸，我看你也无简单，我第一摆来找你尔，你就敢食我的物件？哎，感谢你做呀。啊！我讲我做，看你贵水暖。啊！讲我做。加料。我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做的加啥哦？嗯。加爱心。不要听，来。同学，那你们猜我做会加什么？加剪刀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唔烫我，阿叻唔烫。你看我。我看我。你两个。你敢看我？没有。他读唇语啊！我话我讲，我都来。那我做加什么？现在？别死啊！好啦，我来讲哦。我为什么会跟他认识？
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啊，就是刚好粉丝来交车，我想看伊车轮饼做济，原地要甲买买要请人，结果我们那个粉丝把那好像全部买走了。我就甲伊搭讪，甲伊调戏，讲下个会当拍，伊讲啊，就未了了，我讲啊无灵光，啊，但是我就想说，刚刚交车完之后，粉丝送我这个他太太送的，谢谢你。啊，来我就想讲，看伊搁伫遮，我就找机会进来调戏了，没想到他答应了。等一下，跟我们去夜游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开车吗？还是我开？但是我开敞篷的，我怕你会冷欸。我把那个盖子关起来。我没办法哦，我赚到啊！安尼我想来无用啊，再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